老马呀老马，我这个新赛季手册没有买嘛，至于落地搜半天就给我一把手枪嘛，这太冲了吧。叮叮叮，奇怪，我刚刚明明看见一个伞飘过来的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如果他喵喵的，我就一把手枪，如果就是被他抓到，我就死翘翘了。新赛季不想掉分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有了！今天你遇到我海岛小霸王，算你倒霉。先给你装波战神，然后趁其不备，将其拿下。我可真是个小天才呢。哎呦，找了半天原来是个人机啊。宝宝们好好看好好学，人机呢也是分等级的，像这种黑卤蛋呢一看就属于那种最菜的那种人机，一枪都打不中我，一枪都打不中我。说菜，一会儿让你知道什么叫专业杀手啊。传闻有一种高智能人机，不仅会开车，还会给我们高级物资。今天我就分享给直播间的宝宝们，如何区分高级人机。我现在给他一个大包，如果人机捡了，他就会给我们丢下一根大针。什么情况啊？还有这种功能？嘿嘿，看你们这是什么玩意。哇，宝宝们，快看快看！我今天太走运了，竟然真让我遇见了万中无一的高智能人机。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锤它一下，它就会乖乖的变成我们的小跟班啦。你别笑，嘿嘿，来了。宝宝们看见没，智能人机现在就会变成保镖保护我们啦。现在我们只要给高级人机一颗雷，它就会捡起来马上自雷。小哥哥，我知道你是装的，现在自雷，等一下出去我给你折五块钱。折五块钱？哎呀，小姐姐，瞧不起谁呢？我可是尊敬的 V10 用户呀，会为了你那区区五块钱就出卖我赛季辛苦上的分，瞧不起谁呢？你这也太侮辱我对你干净的尊。那十块？臭小子，别忘了给我找钱啊，我的微信是。搞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